请注入，这是我们满满的洋香瓜的养分。为了行销在地洋香瓜，崙北乡公所将在11日举办崙北洋香瓜文化节，不只有亲子路跑、闯关游戏，还有 DIY 表演以及在地农产品试吃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洋香瓜文化节，我们早上7点、就有一个慢跑了哈。让大家来运动一下啊！那一天，欢迎大家啦吼，咱的乡亲，大家拢有法度来咱崙北吼，到老院来吃瓜。崙北乡因为地理环境、气候等因素，出产的洋香瓜品质是相当好，甜度高达18度。母亲节将至，欢迎大家来崙北买洋香瓜，让妈妈们有一个甜蜜的母亲节。崙北有那个洋香瓜故乡的之称，那在口味、品种。跟价格上面都非常的合理，好吃。母亲节这一天哈，欢迎大家这回来品尝洋香瓜啊，把我们最甜蜜好吃的洋香瓜带回去送给我们漂亮的妈妈。崙北乡除了洋香瓜有名之外，牛奶也是它的特产。这次路跑活动，在地牧场业者也提供牛奶给民众试喝，希望借此让更多人知道崙北的好滋味。啊，过一天52款提供。迄个18公斤的牛奶要予路跑人啉啦，阮生产物件总是要予消费者啉啦。啊，来伊若啉愈济，对阮讲，阮是愈欢迎安尼啦。那我们崙北鲜乳，我们崙北酪农区呢，在我们台湾是4大酪农区之一，产量也是很多的。那我们的崙北鲜乳的品质在全省也是排名数一数二的。鲜乳跟保酒乳的差别，可以的好处，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，多多喝鲜乳，让我们鲜乳可以继续的一直发扬下去。活动现场也将会来表扬模范农民、模范母亲等等，欢迎全国乡亲朋友一同来共襄盛举。记者谢一琛采访报道。